这三姐，我来看车来了啊，整台新的特纳斯，瞅着没啥毛病是吧，三姐王？新车它不能有啥毛病，直接坐试试。啊，这叫沉呐，李哥。来，大哥，钥匙，我试试动静。动静怎么样？前面浇完了，埋妥了。大家就是刷推重铁的。哎呦喂！我不要给你这，我不要吃。给你来这个，我吃这个。这还贵呢，贵一块钱呢。嗯。贵一块钱呢，你这个不辣的。找着饭店，咱们垫吧一口得了。现在非常时期，饭店不开，都给它换上哈，开心点。你看看，这配货车别拉，这家是吧？不是，这是算驴子。算驴子。前头得系一个是吧？前头系一个。还换两块，一个。三个都挡不住，三个都挡不住，这三个。哦，老板开啊，来来，你开大哥，坐来车，哎，好，上车。走起！你要不要卸了哈？没事，没有啥刮。走车了，走了走。哎，好嘞，哎。哥，空档不就下来吗？打呀。对。怎么样，这东西？你这专家爷们儿，你给看一下这车怎么样？简直走。好嘞，走，先走吧。走，嗯呐。哎呀，一小天儿呀！一小天儿，那可不。新颜四八四，四八四，三 B 四八四，跟那一样的。哦，四八四一样。就开这头发知道？开啥呀？那什么？那搁配货车那什么拉过来的？就差这个配重铁，配重铁它没有那新的，有个旧的，我先使这个死旧的，它给咱要钱了。嗯，给咱要500块钱呢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整回真就得整轿车。对，这扛干子。开回来那油麻花那种吧，不把握。你等你整回整新的，你再扛使着也。对。啥？咱们这坐客车那个？对。坐椅子啊？在高配的是吧？大把的。这比我买那个宝骏130那个730还那个还上档次。不算太贵。